室里面我觉得可以天马行空，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我是一个越熟话会越多，但是刚开始呢可能会对方会主动一点，但是熟了之后会变得我比较主动。平时装扮我喜欢竖 T， 白色 T 恤配上牛仔裤球鞋。成长最重要的是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相信每个人在我们短暂的一生打拼，都是为了我们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，不用刻意去定义之前做的是不是对的，那个过程还是最重要的。无论我的第五章一直给，或者是我的第六章现代艺术，跟你们认识的我比较不一样的，希望你们都会喜欢。时尚全明星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严爵。